最近腿好酸啊，这东西看起来不错。主人，你怎么了？我好担心啊，我感觉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没事，就是肌肉有点疼。你看，买个筋膜枪怎么样？听说挺好用的。小腿内侧用拇指划了出筋骨。筋膜枪啊，我可太懂了。你拿钱给我，我帮你买。我脸还有点刚，你再给我买个加湿器吧。加湿器我更是懂中懂，我一起给你买了。那就好，我给你300块钱，你帮我买下筋膜枪和加湿器。没问题，给你安排的妥妥的。有钱就是爽，买买买，打赏打赏，终于有钱给漂亮女主播打赏了。这就是你买的筋膜枪，我给了你整整300块，你给我买个这个。这就是筋膜枪啊。那你给我说说它怎么按摩。这还不简单，你看，这不是筋膜枪，这是什么？就这能要300块吗？那我要的加湿器呢？别急，你把前面盖子打开，注入生命之源，扣动扳机，湿气就出来了。这种筋膜枪加湿器二合一的产品当然要300块了。这么好的产品，我来给你享受一下。我觉得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。辛苦你了，奖励你的。走开走开，你给别的猫用吧。舒服，这筋膜枪还怪得劲的呢。我说了吧，这是好东西。好东西，好东西，你怎么不用？